我叫林星辰，星辰日月的星辰，怎么是你啊？真不巧。你知道为什么倒霉的总是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笨。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班长，请你喝奶茶。不喝。哦。不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好消息。班长，你有 QQ 吗？我们加个好友吧。对啊。凌晨，你干嘛呢？偷拍班长呢？班长，他偷拍你。我怀疑这奇遇是个赌局以后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走。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。你怎么不把自己也丢了？你穿我的吧，别感冒了。不用，我不冷。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不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好消息。我才发现你很耀眼，看你我在悄悄你的双眼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。我想我会开始想